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英文绘本故事。我是跳糖老师。今天要带大家听到的英文绘本是《Last Night at the Zoo》。哇，晚上的动物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喽。Late night at the zoo， 晚上的动物园发生什么事了？It's late at the zoo and the crows go back home. 现在是呢，晚上的动物园啊，所有的人潮呢都走光，要说拜拜咯。It's time to go home. 要回家了呢。But do you suppose that we just sit and moan? 但是呢，你觉得我们这些动物们只是坐在那边，坐着睡觉，还是在那边呻吟抱怨事情啊？ No! Not us. We need no excuse for a tune.我们才不是呢，我们这些动物们是需要一个音乐的，好不好？ Oh, we do like a sing song under the moon. 我们在月光之下呢，弹着吉他唱着歌呢。你看我们这些动物们，啦啦啦啦啦。It's late at the zoo, but the snakes are awake. 虽然呢，现在是晚上的这个动物园，哦，但是反而我们都醒过来。你看 snake 蛇都醒过来了耶。Shall we play again? Let us chess. You escape. 哦，他们这些 snake 对 turtle 说呢，我们来追你，你赶快跑掉。哦，你要跑掉哦。哦， turtle 吓死了。It's late at the zoo. See the big gum trees. 哦，晚上的动物园呢，有一个大大的大蕉树，有没有看到？好大的树哦。These baboons have set up a flying trapeze. 这些狒狒们呢，哦。架了一个什么好厉害，架了这种高空绳索呢，这些高空的这个秋千啊，在面荡呀荡，当这个空中飞人呢，哦，好厉害哟。It's late at the zoo, soon the zebras arrive. 你看这些 zebra 都跑出来了耶。哦，晚上的动物园 zebra 跑出来干什么呀？哦， and the pandas are saying it's time for a ride. 哦，那个猫熊猫跑出来说，告诉大家，呜呼，现在是怎么样呢？哦，我们要来这个追逐的时候，我们要来这个比赛的时候，哦 ，time for a ride， 来骑马喽。And we gallop around until we collide。哦，我们怎么样呢？在那边追逐啊，所有的动物都跑来跑去的，玩来玩去，一直到我们大家撞在一起的，哦哦，全部都跌倒了。Then you see in the daytime, we just sleep inside.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我们的时候，白天你来我们动物园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动物都在睡觉耶。哦，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我们晚上玩得太开心了。